黑土是炼金术的词源，也是最初的状态。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等俗类必须寻找意义。白垩即是变化的开始，抽离了杂质，准备好接受一切知识。要和我一起去探索世界吗？赤诚，炼金术中的意思是情感的炼化。我的赤色好像来自于你。黄金，炼金术最后的阶段，无价值的事物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意义，变化成了黄金。我也找到了意义。阳皇，嘿，创生之法，你造阳皇，创生之法，嘿，冥古于此显生。要去哪里？安
坚如磐石。是父王。此乃天道。羽线难化，采，采羽流虹。停！创生之法。啊！天理长驱，此即诞生之刻。绽放吧，羽线难化，采，直施成景。